感谢当家队可以登场的两件啤酒，优心云的一件啤酒，还有以下粉丝的赞赏，非常感谢。好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不公平的小快递啊！有些粉丝说呢，这个地图比较好看，对吧？叫我多发几次，那么我们就打算呢，每个位置都玩一下啊。今天我们玩一下这个坦克位置，然后一出来你看后面的这个蓝色就直接投降了，对吧？他估计不太喜欢那个油里改的位置，那个位置呢有机会我们也玩一下那个位置，对吧？然后一出来我们先造兵造坦克，因为这个位置一出来的送了个重工，送了个兵营，前期比较厉害，所以说不能拖，对吧？我们准备先下手，然后一上来呢就造了很多很多的动员兵，有个复制中心，而且都有间谍偷的级，看到没有？造了很多兵，把这个上面的蛋蛋色给吓一跳，因为他那个位置、啊、送了两个超级武器啊，他看到我造了很多兵，你看他很慌，疯狂的在家里造动员兵造地堡，如果我们强行冲过去呢有可能打不下啊，所以说我们就打算出高科技。但是这个紫色干什么？这个紫色被人家打得往我家里冲，对吧？往我家里冲，想在我家里打开，然后我直接把他基地干掉。他还给我打了一个字，他说我给你的，我们从来不受嗟来之食，对吧？他给我基地，那我肯定不会要啊，直接给他打爆。然后他又在上面打字，给你的你都不要，你给我，我要，我还得看心情我才要啊，对吧？我心情不好我就不要，直接给你打爆。然后直接一个导弹船出来打掉这个淡蓝色的兵营，他全部去防我的陆军了，防我的兵了，造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大兵，对吧？但是我们出空军出海军，你看直接一个基洛夫拐进来，他没有反应过来，防空都没有，造了很多地堡没出防空，基洛夫过来直接把他地堡炸完，然后导弹船炸基地，你看这个淡蓝色就守不住了，对吧？所以说淡蓝色这个位置、啊、还是比较害怕我们这个位置的，这个位置只要出兵出海军他估计很难顶，然后他守不住了，看到没有？守不住直接拔线投降。这边那个飞机位置在打那个核弹跟闪电风暴的位置啊，那么我们呢就准备先把这个海军掉下来，掉下来准备打谁呢？准备打这个飞机位置，因为这个飞机啊我感觉对我有危险，等一下这个飞机多了会炸我，对吧？直接把导弹船派下来，然后把这个三星的基洛夫也派下来，这个核弹的位置呢他肯定不会炸我，他肯定会炸那个飞机的位置，因为飞机的位置在整他，对吧？然后两个导弹船派下来，派下来以后呢先炸船厂啊，不着急炸他的东西，先炸他的船厂，防止他出海军，哎，然后在这里甩一个船厂，然后出几个海螺，防止等一下他的飞行兵打我。哎，你看核弹升空了，对吧？一个核弹炸下来，直接把这个小黄还是很聪明的，把基地拖走了。然后两个导弹船过来，导弹船过来先炸他的高科技，不会让他造海豚。飞行兵过来我们就准备造海螺，这个飞机位置呢有机会的话我们也玩一下，这个位置其实也比较好玩，这个飞机比较多，对吧？等我改天有空的时候给大家玩一下。然后直接先把他电厂炸掉，得罪的对手呢那肯定要斩草除根，你不斩草除根等一下他记恨我，对吧？他一直送飞机，这飞机等一下会炸我基地，我们直接把他的飞机场炸掉，哎，炸掉以后然后再炸他的电厂。我这个导弹船升了个一星，看到没有？等一下有机会会升个三星啊。所以说他这个飞机位置最害怕的就是海军，只要我们多出点海军他就没法玩了，对吧？然后再用潜水艇打掉航空母舰，现在他基本上守不住了啊，然后我们就要准备打那个粉色了，粉色有核弹加铁木，先把他带走了。哎，你过来，我有海螺，这个海螺防空相当厉害啊。然后他就剩一个飞机场了，飞机场还没有装子弹，他到我家，我家里有防空，然后把他的飞机场炸掉。哎，炸掉以后有可能会升个三星，看到没有？升了一个三星的导弹船，然后三星的导弹船呢有个爆炸效果，他一炸下去就死一片，然后这个小黄守不住了，看到没有？卡住了，又要拔线投降。他一拔线呢，然后这边还有两家，一个刷兵位置，一个这个粉色，那么肯定先打粉色，对吧？粉色的他有闪电风暴加核弹，对我有威胁啊！我们把导弹船派过来，你看粉色一看我升了一个三星的导弹船，他有一点慌。他在家里呢出了很多管制兵，还出了很多防空车来防我这个三星导弹船跟三星基洛夫，看到没有？我两个都是三星的，他直接造了这么多防空，
然后我心里想，你造这么多防空，虽然守住了我的基洛夫，守住了我这个海军，那你家里好像没什么坦克呀，等一下我就准备把坦克配过来，对吧，你全部是管制兵，全部是防空，然后他的核弹立起来了，库链拉开立起来了，准备要发射了，我们直接冲进来，哎，冲进来吸收子弹，看到没有，打他的核弹，然后他的防空车在打我的坦克，就吸收了这个子弹，对吧，我这个导弹船就有机会炸进来了，哎，一炮炸下来，看到没有，这个三星的导弹船，但是这个谁，这个小绿，这个小绿看到这个粉色快守不住了，他开始打我的海军了，你看到没有，出了很多很多海豚，把我三星导弹船给整掉了，然后呢他一看粉色应该是没了，粉色没了以后他就开始来打我了，这个粉色还有一个闪电风暴，赶快打掉他，哎，打掉他，他的闪电就用不了了，然后这个小绿呢，他是刷兵位置，他刷了很多海军出来，你看到没有，我这个海军呢打不赢他，然后呢三星导弹船也死掉了，你看海军没了啊，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不要出海军了，感觉出海军呢也没用，跟他拼海军划不来，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准备用坦克上了，因为我这个坦克呀很多都是一星的，一出来送了间谍升了级，这个大兵也是一星的，他家里这个防守呢，我感觉坦克有机会冲进去，然后他送了一个基洛夫冲到我家，我们先把他的基洛夫给他守住，哎，守住他的基洛夫，对吧，然后把坦克摆好队形，把这个大兵配过来，他现在有三艘航空母舰，他那个航空母舰走到上面去了，要去我家里炸我，哎，打死他的辐射，你看辐射居然被动员兵整死了，辐射界的耻辱，裤子都没脱下来，然后冲进来打电厂，对吧，打掉电厂以后他就没有电了，没有电，然后我们所有的坦克一杆子捅进来，不用管家里啊，直接把基地拖走就行了，反正他那个航空母舰想炸我基地，我把基地拖到下面来保住基地就行了，其他东西给他炸，然后直接打掉基地，对吧，打掉基地，打掉高科技，所以说这个位置啊，一出来送了重工，送了间谍，一出来就可以造坦克，对吧，这个位置呢前期相当厉害啊，所以说在这个位置呢不要躲在家里，谁也不打，早一点先把左右邻居带走，这样才容易赢到最后啊，不然等一下到了后期被他们的超级武器一直消耗一直消耗，你就很难发展起来，哎，你炸我家的东西给你炸，对吧，我只要有个基地不会死就行了，然后这个海军呢就没必要去解决他了啊，我们有一个基洛夫，只要把他那个船厂炸掉他就没了，他就剩一个建筑了，对吧，直接基洛夫拐过来把这个小绿带走，好，再给大家带来一局单挑局啊，这个房主呢开了一个乡村乐一v一单挑，对吧，我们进来玩一下，但是这个房主呢开的初始部队，他有初始部队的，对吧，感觉跟007一样，一出来带坦克，那么我们就选了一个法国啊，他选了一个苏军，这个地图呢苏军要厉害一点啊，但是我看到这个房主开的初始金额不一样，你看到没有，他开的初始金额是30000开局，对吧，一般这个地图啊如果是正常模式啊都是10000开局，10000开局比较穷，所以说这个地图打一v一的话都是开局找4-5个牛车发展，但是这个房主呢开的30000开局，他看我选了一个法国，他直接开了一个30000开局，这个30000开局我感觉就比较有钱了呀，所以说就没必要造那么多牛车，造那么多牛车呢有可能会守不住，因为这个初始金额太多了，然后把他家的视野跑开，对吧，我们先造个重工，然后重工呢先造一个牛，造一个牛啊，不能造多了，万一他直接出坦克来打我，我可能守不住，等一下有再多钱也花不出去，哎，先把他家的视野跑开，他跑我家的地图就甩个地堡打死他的狗，然后我看到他好像是直接出坦克的，你看到没有，他仗的是30000开局，然后自己又是个苏军，他那个坦克要比我厉害，他直接出坦克，那么我们三个牛以后呢也直接出坦克啊，我的重工里面出了一个牛，造了两个矿场，三个牛我也直接出坦克，如果造两个牛就守不住了，然后把基地拖到这边来准备开发两片矿区啊，但是我发现这个对手呢他有一点凶，你看到没有，他直接双中了，一牛双中，这个他就不发展了，对吧，他就心里想我就仗着这30000块钱我准备一波推死你，这不行，这得招点狗，不招点狗啊有可能守不住，他两中出坦克要比我快，而且他的坦克质量呢要比我这个小飞熊厉害一点啊，所以说出一点狗，这个辅助兵种等一下好操作，哎，然后把贪污的狗打掉，现在我们也要造一中啊，不着急出巨炮，我感觉我出坦克的速度太慢了，
你看他一牛三中了，这个人感觉要一牛四中卖基地，所以说我们必须也再招个重工啊。如果出大炮有可能坦克跟不上，你看他的坦克现在比我多了，他三个重工出坦克，然后我们提前呢，我比较慌啊，提前在基地那里先甩了个吉祥三宝，等他过来再甩的话就来不及了，先甩三个呢，等一下他过来我就可以用地堡隔挡，然后把这个框打一打，在这个框里面呢也放个地堡，等一下他冲过来就好操作了。哎，他看我这个上面放了很多地堡，他就不敢走上面冲了，有可能要走下面冲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出个空子步准备造大炮，再造几个飞行兵，对吧，造几个飞行兵让他出几个防空车，然后他看到我这个防守呢比较好，他一开始造动员兵了，我们先造几个飞行兵打他的狗，然后用兵营呢延伸过去。这个大炮啊不能放到自己家，放到自己家没什么威力，我们准备延伸的过来把这个路口守住，这样他的坦克走这里过就会被我攻击。哎，先把大炮甩到这里，对吧，挨着这个房子，这个房子里面我进了兵，他一看我放了大炮呢，他就有一点慌了，他拖不及啊，再拖下去他就发展不过了，因为他的牛车比较少，他只有一个牛。然后现在这个初始金额估计快花完了，你看我的经济也不好了，他估计也没什么钱了，他一牛四中，然后他感觉拖不起，他要冲了，看到没有，他要走这个上面冲过来，感觉我的坦克没他多，然后放个巨炮把基地车拖下来，牛车飞走，不要冲上去啊，我们就躲在这里。哎，你去打我家，我给你打，我不过去，我就守住这一亩三分地，守住基地车，守住巨炮就行了。然后他冲下来，我有巨炮，看到没有，有巨炮有坦克，然后你的坦克就死光了。所以说这个快攻啊不行，对吧，直接带走啊。